我现在把开画布的这个尺寸单位这边改成公分，那单位用公分的时候，这个解析度就会有差了。刚是300嘛，300的时候涂层有400的可以用，那我把 DPI 再提升到600的话，就会发现最多涂层可以用的涂层变少了，因为会因为你的 iPad 规格，就是每个人规格不一样，所以你一个档案可以用的涂层数量也会不一样。我记得 iPad 里面最多就是只有400个涂层可以用，也不是只有啦，400其实蛮多的，最多涂层可以用到400个。那一般呢最常用的就是300 DPI 这个数字，那300 DPI 应该说就是印表机啊，或是我们一些常用的印刷，印出来大概就是300 DPI。如果你要印更好一点、更精细一点的，可以有600到1200 DPI， 那个通常就是微喷印刷或是一些比较特殊的印刷才会设那么高。所以我们一般用300，是因为一般常见的印刷列印都是只能印到300。那如果你用的比300还要少呢？比方说像150好了，如果你要印那种大图输出很大张的海报，或是像竞选看板要放在外墙，那如果你用300 DPI 去印，然后尺寸又那么大，那个档案会大到一个的 iPad 电脑应该都打不开，所以那种大图的话 DPI 就会设比较少一点，150或是甚至更少，75再更少应该也可以，反正它放很远嘛，它很大张但是放很远，所以在很远的看也不会看到它马赛克的部分，那就可以记一下最常用的就是300。那当然你也可以设一些301啊、305这种奇怪的数字，只是意义不大，就不好记。第二个要讲的是颜色配置，主要就是 RGB 跟 CMYK 这两个东西。一般我们常会听到人家说，如果要印刷就开 CMYK，如果是没有要印刷，就是你可能是发在社群的，你只要是用荧幕要来看这个档案的话，就是用 RGB， 主要会这样分。那这个分法蛮 OK 的，就是你可以事先就想好这个图你有没有要拿去印。那像我自己的话，如果这张图画完还没有确定它有什么用，我会一律开 RGB， 因为 RGB 转 CMYK 虽然颜色会变得比较灰暗一点，但是至少不会说你画一个 CMYK 的图然后把它转成 RGB 的时候颜色不够漂亮，可以想成是 RGB 好，如果 RGB 的颜色是占满这个萤幕的尺寸，那 CMYK 就是里面的一部分，它是包含在里面的，就是里面的比较饱和的颜色、比较亮的颜色在 CMYK 里面都看不到，因为 RGB 是会发光，应该大家都知道光的三原色就是 RGB， 那光的三原色 R 加 G 加 B 加起来会变白色，但是在 CMYK 里面啊，你把它红色、绿色、蓝色加在一起，它会变一个灰灰浊浊接近黑色的颜色。那 CMYK 分别是什么？ C 是，我来偷看小抄，因为 C 的英文我每次都记不起来， Cyan 还是 Cyan？ Cyan， C-Y-A-N 是一个青色蓝蓝的颜色， M 的话是 Magenta， Magenta 是一个洋红色，有一点桃红可是没有桃红那么亮， Y 就是 Yellow， B 就是 Black， 这个比较好记，墨主要就是用这四个颜色。如果你没有去参观过印刷厂的话，会发现像我们以前用的课本或是书这种比较大量印刷的东西，在印刷厂同一张纸它会印四次，分别就是把这四个颜色印上去，所以你会看到第一层印了一个蓝蓝的颜色，第二层会再加上一层洋红色，然后再加上一个黄色，最后加上黑色，那就可以拼出一个照片所有的颜色。怎么 RGB 转 CMYK？ 用电脑的话，如果用 PS 或 AI 蛮容易，就是在那个档案设定那里把色彩直接 RGB 转 CMYK， 可以直接改。在 Procreate 里面不能直接把档案从 RGB 转 CMYK， 但是你可以做的事情是，比方说我相簿里面原本有一些图，好，它是萤幕截图的档案，所以照理说是一个 RGB 的颜色的档案，那我可以在 Procreate 里面开一个新的画布，然后颜色配置选CMYK， 然后再把刚才想要转成 CMYK 的这个图片放进来，这是在 Procreate 里面的做法，比较麻烦一点，就是你要可能要去对照一下原本那张图的尺寸跟解析度什么的。然后在 RGB 跟 CMYK 里面啊，这边分别还有很多有的没的，对不对？第一个 P3 它叫做 P3 广色域，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这个词，可能一些电视或是电脑萤幕在广告的时候会有讲到 P3 广色域这个词。 P3
青山广色域应该就是目前颜色配置里面包含最多颜色的一种色彩配置，底下呢还有各种的 sRGB， 然后后面有一串数字，这个你可以把这些底下都想成是不同牌子的 RGB。 就算你自己这台 iPad 里面你开了 P3， 那别人用他的一个烂烂的手机开你的图，他也看不到 P3 程度的颜色，所以其实没什么差，就随便选一个。那我自己通常都是选这个 RGB 或是选P3， 然后 CMYK 就是选最上面这个，就 CMYK 这个也是一样啊，就是不同做印刷的，不同做颜色相关的，都会有自己的一套色彩配置。最后补充一下，如果想要印刷的颜色跟荧幕看到的几乎一样，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试印之后再调整颜色，或是到印刷厂现场调整油墨的比例，不然印出来跟原图有色差都是很正常的。